菜饭，今天吃炒鸡肉、辣椒、豆腐。这个我不吃。爽脆黄瓜皮。这个没炖爬，这个黄瓜皮有一股黄瓜的清香。
开饭。今天早上我们那个喝个粥，吃个我们家的咸鸭蛋。我们家咸鸭蛋就是这种哥哥牛油，起沙牛油。胖子，我们家咸鸭蛋它每一个都是那种70克以上的大蛋，然后之前是42.9发20枚，现在是38.9，给姐妹们发20枚。夏天拿来配个粥，每一个都是起沙。我们看看这个啊，香，那个蛋黄是真的很香。好，蛋白需要配饭啊，蛋黄可以空口吃，蛋白要配着饭吃，要不然吃的话，直接吃的话稍稍有点咸。拜拜。